这个是不是没有用的？我长时间，软不够紧的是吧？你先那个是吧？我这边它都能晃起来了，这个先蒸锅小的还是两锅一起蒸？ 有想擀面杖吗？这不是擀。一样的，你只要揉的够时间够，面都不会差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都揉了多长时间？我觉得这团面还是软的。 软塌塌的。 使劲，多使劲，站起来比较好一点。整个上半身一定先压到面上。 老饼干儿呢？这个面条，哎呀，想吃饼干，吃饼干呢。饼干面包不是一个味儿的。不行，这还太干了。这又没吸力，又不是在中间。你过一会儿你也要拍面谱啊，虽然这个。 这个板子它不粘面，但你手粘呢，还是手粘呢。
我也就用了你给我分出来那么点面。够我吃就好了。哎呀，沾上16个。最后一个米饺，你让我倒出来不就好了？有筷子，这不好弄。我烟质量全超过，真。馒头，张丽馒头，闻见没有？馒头在。正中了，你给我闻有默契没有？啥这个？他们给这弄拿好吧，给去装模吧。大的大，小的小。他吃什么？呀呀！
咦，好了，主要给面太少了，弄的馍都拔不起来是吧？嗯，这个还像个馍，你看这都是